好多水晶，这透明的水晶好神奇哦，好美哦！纯色的才好看，流光溢彩的，透明的好看，纯色的好看。哎，怎么变成干皮了？改造干皮大 PK， 垃圾球里有惊喜。那我要这个，我要拿大的，我先拿的。那我们就算硬币决定。好，数字朝上就是我的，图案朝上呢就归我喽。那我开始中了，喂，数字 ，yes， 天意如此，大的就归我了。浓缩的才是精华。哇，好多东西啊，有洗衣凝珠、水，还有仙气的糖纸。肯定没我的好。哇，球中球。哇，好可爱的小黄人。看看里面有什么，原来是棉花沙和热水，都是化泥神器，小高是羡慕不来的。小干皮下去吧，加一点棉花沙，再来杯热 water， 搅一搅。哎，成型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，这手感很厚实哦，手指都要被吸进去了，再拉个瀑布。送朵小花花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接下来看我的，干皮已经准备就绪，给它倒点水。怎么一股醋味？哦，原来是白醋，倒多点，让它融化得更快一些。洗衣凝珠给我吹化一下它，再来个仙女散花，你们觉得会不会改造成功呢？觉得能不能给个小心心哦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完成了，想不到改造后这么漂亮，戳戳你的小腹肌，按个小掌掌，我的泥好看吗？这么慢还好意思说，我要大的不一定有好东西，能成功就行。你们喜欢谁的泥？我的扣一，我的扣二二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还有关注，喵。